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，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，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。怎么样？呵，今天写的可认真了。本来嘛，你先别高兴，不光要会写，还得要会用。你说说，怎样才能成为革命接班人？当上红卫兵就是接班人啊！当上红卫兵就是接班人了。你再往下看，毛主席还说，接班人要在大风大浪里才能锻炼成长的。咱们呢，可得好好锻炼锻炼。哎，你没听说，别的战斗小分队都要跟我们挑战呢？哎，就是要跟你们挑战。呵，来吧，什么条件我全包了。你们都好吗？好。郑老师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坐吧。好。郑老师坐。好。喏、no、大亮，针线包。哦，这是你们的暑假作业。嗯，是从城里捎来的，马队长。哎，啊，扎西呢？站岗呢。叫他来，咱们开个小会儿。开会。嗯，好。家娃子，想家了吧？不想。啊，嘴馋不馋呢？不馋。哈哈，跟阿伯可得说真心话呀。我弄了点你喜欢吃的，晚上上我家来。今天晚上轮到我站岗。哦，那不来啊？不来。好，家娃子经得起考验。哈哈哈哈。哎，你都把鸟夹子带来了。嗯，站岗的时候可不能贪玩啊。我可没贪玩，这几天连呱呱鸡的影子都没见着。嗯，马队长啊，马队长，马队长、啊、我们来了。啊，坐坐坐坐坐。我先检讨啊，你们上阿夏河来好几天了，马伯伯啊一直忙得没时间来看你们，今天说什么也得来慰问慰问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困难吗？没困难、嗯、啊。马队长，这几天没发现什么情况。好啊，阿夏河有你们守着，我这个当队长的就算放心了。佳佳表现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啊，对他可要要求严格呀。啊，我去看看。扎西，扎西，嗨，这都放暑假了，别搞得太紧张啊，要注意休息。你在这儿看什么？哎，你别走啊，你别走。我是统计员，看看这堆木头都不成了，拿着鸡毛当令箭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走，我去看看。跟我找大亮去。你别拉我呀！你咱们屋里说。走，哎，小李王，你别拉我呀！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你看这，上回原木流失，我有责任。嗯，你批评的对呀。嗯，今天我说来关心关心阿夏河，哎，他们倒跟我吹胡子瞪眼。那你应该跟大亮他们打个招呼啊。你呀又错了。好好好，我又错了。哎，小哨兵们，对不住啊，以后打招呼。你回来，刚才你还对扎西说什么？刚才我什么也没说。你回来。啊，算了算了，让他去吧，待会上我办公室来一趟。这个人啊就是嘴上没安拉锁，胡说八道的。
缰绳系在木头上，谁要来动木头，谁保准能把他吓跑。你点子真多，是扎西想出来的。那提高警惕，提高警惕。